还没有被load到记忆体上面，没办法实体化，没办法去 work 的。如果你要 work 的话，一定要 load 到记忆体，变成一个物件，变成物件一般我们叫做实体化。好，这个就物件哈，所以前面是一个类别，它还没有办法 work 哦，所以你要让它 work 的话，就要把它变成一个 S， 这个名称是自己取的，叫物件。好，物件前面是类别，后面是物件，可能在 C 语言里面没这个观念，可是在 Java 或者在其他语言，这个观念非常的用的非常的频繁。啊，后面的话 new 的话，实际上就是真的去执行，前面有点类似是我宣告。这个scanner 的一个要产生一个变数宣告嘛，好，就有点像我去餐厅，我跟打电话跟服务生说，哎，我要一个位置。那后面 new 的话，实际上说，哦，我真的人到那边了，我真的去产生了。然后后面的话，一般会有个刮小这个刮弧，小刮弧里面就是要传递一个参数。那这个传递参数给类别，类别里面会有个建构子去接到这个参数，再去做什么事情。哦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运作流程大概是这样。那细部，还是要花时间。所以，请各位如果要了解的话，请看 Java 物件导向观念的那个相关的东西。那在我的部落格或我的频道里面有蛮多的啦。哦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自己再去看一下。因为那部分恐怕那个光上课时数有的时候超过100个小时，都在讲物件导向。哦，那很多很多东西啦，不是说短时间可以讲得很清楚的。OK，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，要把它读进来用这个 S 这个物件，因为它已经实体化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 scanner， 然后呢把它读进来就用 next line， 读到哪里？读到这个 string 里面去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读到一个使用者输入一个字串，很长一串。好，然后再第二个是找关键字，所以关键字是读进来，读到哪里？读到这个 str1。 那以各位现在的时间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理解物件导向，所以请各位就是把它稍微先记起来吧，然后到时候有空的话再去理解什么叫物件导向，OK。再来的话 ，do while 前面 while 是一个前测，这个是所谓后测试回圈，所谓后测试回圈是先做了再去判断，一般叫什么？先上车后投票了，不是补票，先。可能是后就是。